It's our time. 우린 달라. 특별한 게 좋아. Oh, what a good time. 넌 잘 살아. 내 걱정 낭비야. 네가 보낸 DM을 읽고 나서 답이 없는 게 내 답이야. That's my style. OOTD 하나까지 완전 우리답지. My favorite things. 大家好，我来自树德家乡表演艺术科的陈敏轩。我是树德家乡表演艺术科的饼干。我是树德家乡表演艺术科的阿珍。我是树德表演艺术科的丽埃。我是树德家乡表演艺术科的嘉胖。我是拉拉。戏剧，然后就是幕前幕后也了解很多，然后还有主持，我觉得主持是最特别的。我觉得表艺科是一个蛮大家庭的环境，就是老师们同学们之间都相处得蛮融洽的。我觉得老师跟就是学生们都没有什么距离感。我的筋就是比以前国中的时候还要再更开了，然后现在就是可以贴到地板这样。有很多表演可以接，然后就是跟学校到处去表演，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就蛮厉害的，自己就会蛮充实的这样。我觉得树德表演艺术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就进来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就是不要害怕前进，然后勇敢的去冒险，然后就是做自己就对了，进来就对了，但是不要半途而废，要对自己有自信，然后好好享受舞台，我保持热情，然后坚持不放弃。高中又是一个新的旅程，希望你们能够期待高中这三年有比国中更不同的变化。